些微妙甜度刚好，转身拥抱你，努力踮起脚，触碰瞬间融化我心跳。你看着我，爱却不愿说，眼神回应我，用半个微笑将我解锁。在雪山顶峰，雪尽你的星空，我和你慢慢融化，一起脉搏交错。你觉得未来有你存在，一颗心这样被一人填满，像流星许愿藏在脑海，心痛瞬间定格永远，不会再走散。一路的雪不会再孤单，牵着你的手，星空围着我旋转。哎，米粒，米粒，休息了啊！难得见你这么早回来。我刚交了一个项目，打算好好休息几天。嗯、吃饭了吗？没呢，你呢？我也没吃。那一起吧。这几天天冷了，你得多穿一点。看你穿这么少，我这不穿挺厚的。哎，你也回来了。嗯。你俩不都在雪场吗？怎么不一起回来啊？雪场最近怎么样啊？就那样。还行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你不会告诉我这就是晚饭吧？这也少了点吧，要不然我再做两个菜吧。网上说每天要吃五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才叫营养均衡，是不是呀，沈总？这可是专门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啊。红、黄、黑、绿、白，一样都不差。坐着吃饭。不是，这又是哪一出啊？哎，我累了一天，都快饿死了。听说我要做饭，你不会先惦记我啊？那我要是会做饭，沈墨都会笑了。说你俩这几天又怎么了？前几天不还好好的？谁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在雪场弄得大家鸡犬不宁，所有员工都得绕着他走，他在哪儿那儿必有哀嚎。至于吗？至于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知道我最近梦见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军训。哎呀，他是老板，压力大，你好好体谅体谅吧。那谁体谅我呀？我呀。哎，沈墨这种表现呀，一看就是缺少爱，他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温柔的女生去抚平他的暴躁。哎。这个好像是十三香的，这应该不错。我觉得蒜香应该也会不错。啊，这是麻辣的，会不会太辣了点儿？受不了。嗯，那还是吃这个吧。对，真香。我说他一个大老板呢，天天不在办公室里待着，到处乱跑什么呀？
谁知道？搞不懂。有主意了。让沈墨待在办公室，不让他出去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红浩哥，休假这几天你要不要去雪场走走？我叫上安慧一起。嗯，好啊。我给你补好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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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请了年假，跟你们一起去雪场啊。说好，我可没时间陪你啊。我才不用你陪呢，我找我老公陪。你老公谁啊？沈墨呀，别做梦了，沈墨也像生人勿近，闲人勿扰的。你打他主意，那还不如祈求一场艳遇呢。沈墨这种 SSR 级别的稀有品种，一旦发现，怎么能轻易放过？人呀，要敢想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怎么实现呀？就像你跟方鸿浩，你要不想啊，就永远只是朋友。你别就让我上车。你要相信姐。毕竟追姐的男人比你吃的饭还多，什么套路没见过呀？一个男人要是不喜欢你啊，是不会在你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吃了，你赶紧回屋收拾吧，不是要去雪场吗？快点。这个是咱们作战的时间计划表，我呢7点半进，潇潇呢就10点半进，11点出。沈总，我对咱们滑雪课程呢有些新的想法。我前段时间去学校门口发传单，再加上和几个学生聊天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开一个滑雪速成班，专门针对学生。速成？马上就招募冬奥志愿者了，好多学生学滑雪就是为了这个。正常的课时费用又高，进度又慢。我建议能开几个大课嘛，就是一个教练带8到10个学生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学费就能少一些。学长的收入已经不够了，你还想着法儿的给学长降低收入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多一个人来学场，课时费虽然少了，但是其他费用会增加。异想天开。冥顽不灵，死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要出去啊？嗯。蛇出洞了。孙经理，该你了。喂，孙经理，现在吗？好，我回去。
招商？这么大的雪场，光节流还不行，也得开源。招商、出租商铺是纯盈利的事。之前联系过几家商铺，但是没有得到老板的首肯，都还没有敲定。资料信息我发到你邮箱里了。啊，我看一下。请进。沈总，这是我们财务部根据各部门的反馈制定的明年一季度预算，您看一下。有事吗？我在等您的反馈意见，之后再做修订，比较急。别泄气呀、啊！下午用你精湛的甜点厨艺抓住他的胃。洪浩哥说了，他最喜欢甜点，完全没有抵抗力。沈总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？上次那个员工报表他没有批呢，麻烦您处理一下吧。哎，沈总，那个，啊，这么着急吗？沈总，我给你送了点小点心，来，你尝尝。哎，不，不用麻烦苏小姐，谢谢。这个特别好吃，我刚烤出来的。啊，不不不，特别香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那你先吃着，我再去给你拿点水果。真的不用这么麻烦。没事没事，我去给你拿。啊，你先吃。老板，老板，你不能总待在办公室啊！你要多出去看看，这样的话才能看到员工的真实状态。不用了，孙经理还在办公室等我呢，我先回去了啊！哎，别呀、啊，今儿天那么好，出去溜达溜达，有益身体健康。下次有机会啊。米粒儿，你又坏我好事儿。都是我出的主意，跟别人没关系。你。我怎么样？要不是你今天让这个背员工守则，明天那个抄员工守则，大家也不会这么大意见。平时上班就够累的，回家还得像个小学生似的写作业，换你高兴呀？我们是员工，不是抄书机器。要觉得自己文笔好，你出书呀。来来来，吃点水果消消气。苏小姐，这里是办公室，没有看到楼下写着“闲人免进”吗？你干嘛对人家那么凶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冉冉好歹是客人，怎么了？客人就在雪场好好待着，不要谁都过我办公室里领。
哎呦，你慢点吃啊！你要是爱吃鸡腿，我以后把鸡腿都给你。我苏冉冉从小到大就没吃过闭门羹。是是是，是他不识时务没眼光。就是，真是瞎了眼。不过算了，我苏冉冉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他更好的。哎，你说，沈墨和方鸿浩两个大帅哥整天腻歪在一起，还都没有女朋友，这不合理呀。你说，他俩会不会是？咱们俩也住一块儿啊？你漂亮吗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他们家资不抵债，要破产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新闻都播出来了，还能有假？我看看，我看新闻，沈氏集团宣布破产啊！看来是真的要破产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对吧？我去。不信你们也可以问问副经理，副经理也知道这件事。副经理也知道？对呀、啊。哎，副经理，来来来，你给大伙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是听说的，沈总父亲前一阵子生病住院了，那钱是他借。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能骗你们吗？那真要破产了，借钱？哎呀，看来真是。那以后要是开不出工资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家孩子才刚过百天，没有工资，奶粉钱都没着落了。这么严重吗？我刚贷款买了房，这要是发不下工资来，我就还不上贷款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看我这房子要没了。哎呀，我信用卡都还没还呢。你说我这还着急给老家寄钱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我才买了车，房贷这个月还没交呢。谁不是？我车还没买呢。不行，我可不能在这儿干耗着，得想想办法。哎，副经理，听说你跟银河雪场的人熟，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伙都引荐引荐？哎呀，帮我也介绍介绍，帮我也介绍，帮大家伙都介绍介绍。这可不好吧？这沈总怪罪下来，我们会保密的。当然不好，副经理，我支持你，不用给他们介绍。米粒，这没你什么事儿，别在这瞎搅和。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们行吗？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没有工资你管饭呢？对呀、啊、你给我们发工资啊。我没有拦着你们跳槽，只是你们在背后议论人不太礼貌吧。不管沈总家里怎么样，他来雪场之后没有拖欠过大家的工资，你们怎么能拿这种荒诞的猜测去诋毁他？我们既然选择在青山雪场工作，就应该选择去信任他。如果有一天学长真经营不下去了，他也不会亏待大家。嘿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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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走吧都走吧。不行，不能让这颗老鼠屎坏了咱们的好事儿，得下狠招。沈总，雪场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你不给我们涨工资，我们就跟着副经理一起辞职。就是，等团建来了，看你们怎么办。我知道各位都是听说了我家里的传闻，今天趁着各部门领导都在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父亲的公司的确进入了破产清算，今后没有多余的资金支持青山发展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家人更希望我好好经营青山，扭亏为盈，减少负担。如果各位对于我和青山没有信心的话，想要追随副经理离开，我没有意见。雪场目前的状况迟早会关门的，我劝你们最好为自己做长远打算，别把青春浪费在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。副经理，雪场遇到危机，你不应该想办法确保雪场正常经营吗？怎么反倒带头辞职？我从雪场建立之初就在，雪场就像我的家，我的孩子，不论好坏，我都不会离开。我也不走，我相信青山会越来越好。
感谢各位选择相信我留下来，请给我时间，我会证明我可以建设好青山雪场。至于各位，既然有了更好的发展，我也不挽留了，去人事部办了离职手续，到财务把工资结一下，就可以走了。你同意我们辞职？是。那我们的补偿金呢？抱歉，各位是主动提出离职，按规定没有补偿金，没有其他的问题，可以去办手续了。孙经理，谢谢你啊。别谢我，我留下是因为雪场，不是你。你先说。我其实挺谢谢你的，本来以为你会和富贵一起去一个待遇更好的雪场，感谢你留下来。小看人，我米粒财迷，但不会落井下石。我家里条件一般，没过过你们这种花钱如流水的日子。为了帮我妈减轻负担，我上大学就开始打工挣钱养活自己。虽然挣的每一分钱都得计划着花，但不该挣的绝对不会碰。那你怎么会当滑雪教练呢？女孩不都喜欢稳定的工作吗？因为工资高呀，而且不花钱还可以享受滑雪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虽然你是个不走样的老板，不过我还是会支持你的。加油！行吧。我知道你顾忌我爸，不愿意和优图合作，但是对于雪场来说，你没有一个固定合作的旅游公司是肯定没有发展的。这是我朋友的公司，跟优图有合作，客源绝对没问题。合同我已经帮你审过了，对青山的利益绝对是最大化的。对于雪场的发展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这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来的。你不需要为我或者为雪场做任何事情，有空的话多在自己的公司待着，不要像我这样，想为自己公司做点事情都来不及了。咱俩是朋友吗？当然了。既然是朋友，那接受朋友的帮助有这么难吗？你为了让老白称心，远离我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我的伤害？进。一会儿再来。哎，不用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商户有回应了。发我邮箱了吗？对。那我跟孙经理聊点事情。玲玲，我找你有事儿。我忙着呢。忙什么忙？过来。
我安排了胡总公司的团建，你们准备一下。沈总知道吗？他同意了。增加客源，他怎么会不同意啊？真的？别废话，按我说的做，去忙吧。沈墨，你早晚知道我是对的。这是我们雪场老板沈墨，沈总，这是胡总。胡总你好。你好。这都是公司来团建的人吗？对对对，这都是我们公司的人。欢迎欢迎。吴太太没起来吗？她今天有事儿来不了。沈总，哎，天气这么冷，你让我们在外边站着吗？这样，我先把佳佳带进去。开个房，别让孩子冻着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佳佳，来跟叔叔走，进去暖暖喽。又胖了啊！胡总，我们也进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边请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介绍了，我呢现在是胡总的顾问。这个得托你的福气，要不是你逼我还那150万，我的公司也不会垮。我也觉得挺可惜的。你们那公司不是发展挺好吗？本来还想说拿你的股权抵个债呢，万一要是雪场垮了，还能去你们那儿支个桌当个闲散股东。怎么这么快公司就倒了呀？哎，胡总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这样吧，那个沈总啊，你给我们找个保姆，孩子毕竟小，需要人照顾，要不我们。胡总上不了雪道，也体验不了。抱歉，我们雪场没有这个业务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我们是 VIP， 你们没有这项业务，也应该开这项业务。毕竟你们是服务至上啊，这是你们的宗旨啊。小华，算了吧，别麻烦他们了。胡总，我们是花钱了的 ，We are very important person。哎呀，我看你们这个雪场啊。也找不出来什么像样的保姆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看你个子也挺高，也挺有安全感的，要不你来吧，啊？嗨，不用了。要不我来吧，我可喜欢小孩了，我是女的，照顾孩子也细心。哪来的服务员？出去。好了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不就照顾个孩子吗？你将来也得要孩子，就当提前体验一下。孩子那么多难带，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团建，能帮雪场创造不少收入。你拉来的？我看是安慧拉来的吧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胡总跟他是朋友，前两天朋友圈里刚发过合照。我也是为雪场好嘛。胡总他们几乎把酒店都住满了。住满怎么了？有郝雷这种人在，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，你怎么应付？我拉来客人，你招待不周，这也能怪我？你的雪场你不珍惜没关系，你不能害了大家因此跟你一起挨饿。害他们的人是你，顾好你自己吧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你的名字还会出现在裁员名单。谁怕谁啊？有你这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老板，我自己辞职算了。大家都在为雪场努力，你呢？你除了发号施令，你还干过什么？比起结果，过程更让人问心无愧。你好，原来你是雪场教练啊，滑得怎么样啊？教得了我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行，试试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来个简单的，先来一个单腿斜坡滑行。怎么？不敢啊？天哪，太 low 了吧？行不行啊？实在不行的话，要不我自己滑吧？你该干嘛干嘛。我试试。起来，站起来！失败是成功的妈妈。哎呀，站起来呀、啊！革命早已成功，再见！
我技术不好，让你见笑。你也挺好笑的。哎，你们青山雪场的所有教练都是这个水平吗？单腿滑翔本来就超出一般教练水平，再说怎么能因为我做的不好就连我们青山一起否定？了解了解了解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。哎呀，我看你们这个青山雪场就这样状态的话，没两天就得关门吧。郝总，刚才是我做的不好，你要是觉得我滑的不好，那我就再滑几次直到你满意为止。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加油，你行的。成功的妈妈，加油！我靠你哦！哎，我跟你们俩说话呢。你傻吗？看不出来他在耍你啊？他是冲我来的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们俩，你们俩再这样的话，我一人把胡总拉走了。在这样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还看我？给我停住！雪山眺望的世界，是我还没有发现的焦点。想要在你看得见的世界，带你忘掉不快乐的情节。想要飞到飞到飞，没有时间停歇，天都想陪你，让你的心不失眠。想飞到飞到飞，也许只有这样疯癫就能写到终点。别害怕我不见，别害怕我不见，我不见。才会陪我走过一切。你说从雪山眺望的世界，是我还没有发现的焦点。想要在你看得见的誓言，带你忘掉不快乐的情节。想要飞到飞到飞，没有时间停歇，天天都想陪你，让你的心不失眠。想要飞到飞到飞，没有时间停歇，天天都想陪你，让你的心不失眠。想飞到飞